应往期视频评论区小伙伴们的提议，本期视频来测量一下先有圣人后有天国会美如画中仙的加藤惠的身材数据。首先通过萌娘百科可查，加藤惠的身高为160厘米，胸围为84，腰围为57。嗯，身高就算了，三围是怎么得到的？准确吗？我很好奇。于是我又刷了一遍路人女主，通过第五集中此场景，由身高可直接求其头高为26.24厘米，再根据头高可求出腿长为85.05厘米，占身高53%，正面胸围为23.89厘米，正面下胸围为17.92厘米。同时根据这个场景，可算出惠的侧面胸围宽为19.14厘米，侧面下胸围宽为15.82厘米。再拿出我的圣人惠专用超级豪华升级版模型，由此模型可求惠的胸围为82.52厘米，下胸围为67.48厘米，差值为15.04厘米，三次元中为 C 罩杯。而萌娘百科中惠胸围为84，与所测的数据十分接近，看来腰围和臀围的数据起码也是应该较为接近的。话说惠哪里不起眼了？人美身材好，性格好，而且声音也超级好听，是不是？赞同的小伙伴把一打在屏幕上，让我看看多少人和我看法一致。最后，这是根据本期的数据做的惠的资料卡，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惠。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数据仅供娱乐，有什么想看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